Hello，大家好，去到第22题嘅 MC 啦。呢、这个题目咧，关于一啲 circle parties 啦，佢俾咗啲 arc length 嚟嘅，但系今次呢个 arc length 咧要留意系 A、B、C，即系话由，其实我哋叫做 major arc 啦，呢个长度系比例系13。OK，跟住另一条咧就系 CAB，即系咁样翻过嚟，蓝色嗰个位就系16。另外就系仲有边一个 BCA。BCA 拉到过嚟呢个位就系19，哇，咁样俾你嘅嗰个 weight arc length 个 ratio，平时我哋通常唔会咁样噶嘛，我哋一节一节噶嘛，咁有咩好嘅方法咧？OK，咁我哋发现呢三个加埋咧，呢三个 arc length 嘅比例加埋就啱啱好等于两个圆周，啱啱好等于两个圆周，咁我哋计一计啦，呢三个加埋。29加19即系48啦，啱啱好等于两个圆周，咁即系一个圆周就系24，一个圆周就系24。好啦，咁我哋拆咗佢先咯。如果知道一个圆周个位系24咧，咁 A、B、C 系13，咁另外一边就系11啦。跟住 CAB 系16，另外一边就系8，剩翻咧嗰个就系。五啦，原来就系5:8:11。好啦，计 angle ABC 啦，咁好简单啊，大家学过个比例啦。angle ABC 咧对应就系11个位，咁所以咧就系全部嘅份数系180度啦，乘以个比例就系11/24，系啦，24份里边佢占11份，然之后揿机咧，大家可以揿到个 answer 咧就系。得啦，OK。